我的年纪在这个圈子里面也不算小，我打职业很多年，见过的事情也比较多。那这么说，成哥对于选手恋爱的事情其实并不反对喽。适可而止的话，我不反对。男女双双考上清华北大的传奇故事也不是没听过。成哥，你也想吗？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有喜欢的人了！我的天，这话呢咱俩没听对。他什么也没说，你什么也没听见。不要脸红，不能脸红，呼吸不能加重，淡定，要淡定。那对一些要求过高的粉丝，成哥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很感谢粉丝朋友们的支持与喜爱，未来的比赛我会好好努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多来现场支持。还有我想说。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职业选手，就离他的比赛台近一点，离他的生活远一些。谢谢。刚刚碰了吧，对不对？有空出来，我教教你。拉倒吧你！我告诉你，海总，走吧。宿舍。这两把如果没我精彩的四宝一逆风局和顺风局的打法。哀家就洗不白了。哦，怎么感谢我？给你磕个头喽。不行，你又敷衍我。我没有。你有。因为我要保护你们呀。有人说，恋爱的意义大概就在于，世界上突然出现了那么一个人，他能够给予你一切你想要的，他力所能及。无所畏惧，随时随地，义无反顾。这世界很酷。